应该说撒哈拉马拉松号称是地狱马拉松，因为这个比赛有死过人啊，会有生命危险的一个比赛。对对对对，主办方要求的就是说签这份死亡协议呢，实际上也是关系到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去比这个赛事，要你告诉你这个比赛是难度有多大，暴风嘛就来了嘛，狂风暴沙这种，我也是第一次碰到，哇吓死人了，真的就是看不见了，我说哇了，这个比赛怎么比啊？困难还是我的伤病已经开始比较严重了，膝关节外侧，我记得是第二天打了封闭才能完赛的。是有一届吧，是一个现代五项的奥运会冠军去比赛，比赛当中呢出现了沙尘暴，就是沙尘暴的情况下他是迷失了路标，因为这个路标还是比较远的，大概都是有几百米一个路标，所以路标就看不见了，看不见了就迷路了。我也是听说嘛，因为这个毕竟是文章写出来的，说是什么喝直接尿啊，吃蝙蝠啊之类的才活下去。